啊，这个人生之苦，苦不堪言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自杀率为什么那么高？啊，人活着没有意义，生不如死，他自杀了。啊，自杀能不能解决问题？不能，他不知道。啊，自杀更麻烦。啊，比活在这个世间还要苦，这不错了吗？以为自己是自杀是解决痛苦的，而不知道，自杀是增长痛苦，不是解决痛苦，搞错了。啊，解决痛苦最殊胜的是佛教。啊，佛教知道你为什么苦，你的苦从哪来的？从迷惑颠倒来的。你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，所以你苦。如果对事实真相都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的苦就断离开了。了解一切人事物的真相，这里就有快乐。无论对自己、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一切众生，你有高度的智慧来处理问题，你不会有烦恼啊。这叫佛法。啊，佛法教导你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之处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啊，修行在哪里修啊？人事环境里头最好修行。啊，人事环境里头有顺境，有逆境，有善缘，有恶缘。啊，顺境善缘，学什么？学不起贪念，啊，学不生占有的念头，啊，不生控制的念头，真正做到啊，随缘，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快乐。啊，如果是逆境恶缘，啊，环境非常不顺利，都人都是邪恶，啊，在这个里头也好修行，啊，修什么呢？没有怨恨，没有对立。能恒顺一切恶缘众生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啊，感谢他。啊，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，通通帮助自己提升呐。每一天从早到晚，等于说参加考试一样。关关顺利通过，他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如果顺境生贪嗔痴，逆境也生贪嗔痴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那叫造业，业感召的果报。啊，这个果报就是六道轮回，善业感召的三善道，恶业感召的是三恶道，没有一个人能逃掉啊！
那才叫真苦啊！啊，把这些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的，那就是大乘佛法。啊，希望我们对于这种事情要明白，要求悟。古圣先贤不会骗人啊，骗人一定有目的有企图啊。古人佛菩萨对我们没有任何企图，没有任何目的，他怎么会骗我？啊，所以我们对这些人要充满信心，他说的话句句是真实的，我们能够细心的去参学，一遍听不懂没关系，十遍、100遍、1000遍，啊，只要用真心去听，慢慢全都懂了，全都明白了。啊，古大德教我们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念上1000遍，里面什么意思，通通明白了。明白你就快乐了，明白你就会做人了，跟善人相处的好，跟恶人相处的也很好，哎，怎么不快乐呢？啊，心身心清净，不会被外面环境所干扰，这是你的功夫，这是你的本事。这是佛法，这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文化。啊，闻妙法，心无妄念，这就落了。啊，听了之后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都帮助你开悟，都帮助你得心清净心。啊，这些东西决定不能放在心上。顺境善缘欢喜可以，不要把欢喜放心上，放心上就被他染污了。逆境恶缘看到了怨恨讨厌，也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也被他染污了。啊，善的染污要知道，那是三善道的苦啊，三善道的因呢，果是三善道啊。如果是恶的现象，你放在心上了，果报是三恶道，那心上什么都不要放啊，让这个心呢空空如也，这个心是清净心，没染污，是平等心，没有高下。啊，清净心是阿罗汉、辟支佛证得的，平等心是菩萨证得的，
后面还有个觉，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那是佛真的啊，化身菩萨真的，他怎么不欢喜呢？啊，这个欢喜不从外头来的，这是从自心里面往外透的，叫发喜充满，这是真欢喜，不是外面境界刺激的。啊，读书有功夫，也有这个现象。论语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悦是发喜。啊，立诸苟然呐、啊，苟然是现在讲的然物。最重要是我们的心，心不能被外界染污，啊，自己不能染污自己，啊，什么是染污自己呢？执着身是我，执着念头是我的心，啊，身是我的身体是我的身，这是染污。你的身心都染污了，谁染污？自己染污自己，自己迷惑颠倒的染污。啊，这是染污的根本。啊，那么学佛第一个，叫你放下身心世界。啊，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不再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念头是我的心，不再执着。啊，我可以用它，我不能被它缠缚住，这才能得自在啊！啊，几个人能够摆脱？摆脱掉了，你就成圣人了，你就不是凡夫了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不执着能够思维起心动念的是我的心，你就真的虚脱凡苦。在大乘呢，你就是实性里面的初性位菩萨。佛陀学校小学一年级你就上学了，小学一年级位置很低啊，但是他是圣人，他不是凡夫。啊，怎么说是圣人呢？他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他决定不堕三恶道。这个利益啊，我们没有啊。啊，为什么不堕三恶道？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正确，没有错误。啊，这个身的确不是我，起心动念不是我的心。啊，世间所有一切法没有跟我是对立的，边界破了。我们跟这个对立，跟那个对立，错误，这带来无量无边的烦恼。啊，成见没有了，自以为是这个念头断掉了。啊，任何人的意见都能听得下去，有智慧能够鉴别，他是正还是邪。有能力处理问题，啊，众生错误的观念，有时候要随顺。
有时候不能随顺。什么时候能随顺，什么时候不能随顺，智慧决定。啊，能跟大众和睦相处，能把事情办得圆圆满满。啊，能忍能让。啊，性情不能成，不能够看到好的效果。再等十年，再等二十年，他能等。他有忍耐的功夫，他知道什么时候缘成熟，什么时候缘不成熟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所以垢染，垢是属于自己的本身的烦恼，染是外来的，啊，是外面环境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、自然环境染物。啊，自己染污自己的，这就是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是个根源。啊，贪嗔痴慢，七情五欲，这是内里面的。外面财色名食睡，这是染。啊，五欲六尘，啊，是外面的染，统统要离开呀、啊！不把它放在心上，你的清净心就得到了，故曰其心清净。啊，真正得到清净，你真的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。分别呢？无住分别，无住分别是菩萨，其心清净是阿罗汉。啊，思量。识别一切事理，住就是一切，以妄分别为体，乃妄于无我无法之上而分别我与法也。啊，这是不知道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分别它干什么？它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我们看了科学报告，明白一切法不是真的，这科学家说的。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那物质明明在我们眼前。啊，金银财宝在面前要不要？能不能不动心？真修行人不动心。为什么不动心？假的。可不可以得到？得不到。为什么？刹那生灭。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的
波动里发生的。他的生灭，前一念灭，后一念生。前念不是后头这一念，如果前后念是一样的，那是相续相，不是的。前面的相跟后面相不一样，大同小异，所以它是一种相似相续相。啊，我们看不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面太小了，好像是相续。啊，如果扩大了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绝对不是相续。扩大什么？扩大到全宇宙，或者扩大到整个地球，你就知道了。一刹那一刹那不一样。啊，我们是看的圈太小了，就看这一面，没有看出来。放大就看到了。啊，佛所看到的是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根本就没有两个现象是相同的。啊，江本做水实验，那个所看到的就更小了。啊，在显微镜底下看到的水结晶，我去参观他的实验室，他已经搞了10年了。告诉我，10年当中，几十万次的实验，从来没有看到两个图案完全相同。我就告诉他，你就做上100年。也不可能有两个现象相同出现。他问我为什么？念头不一样啊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同是一个人，我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啊，他怎么可能出现两个相同？这佛法有理，他看到现象不懂这个道理，啊，感到怀疑。啊，他遇到我之后接触佛法了，以前不接触，认为佛法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他们是搞科学的，啊，不跟迷信来往，啊，现在明白佛法里头有这些道理，你的实验全在经教里所说的，他明白了，现在看经了，拿着经本做实验，啊，最近我也收到一本书，他说的《心经》，每一句做一个实验，做个画面，啊，这一部《心经》看水的变化。这个要认识清楚啊，自己要断烦恼，外面要立，所有的语言都不能放在心上，啊，只可以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知道啊，一切法无我，无法。啊，人我空，法我空，一切众生在这个基础上虚妄分别，他不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分别我，分别法，若无我，人众生受者之相。这一句是无我、无人、
无众生无寿者，金刚经上说的。有没有我人众生？没有啊，这是从我们妄想当中产生的，不是事实啊。所以宇宙之间所有的现象平等无差别，一味无差别，所以身见是错误，边见是错误，成见是错误，邪见是错误，这才真正恍然大悟啊！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之前，完全生活在错误的概念里。造一生的罪业，自己完全不知道。受报时吃些苦，不知道苦从哪来的。正直者，方正直直，无邪无曲。这“正直”两个字的意思。正直是在心上啊，心要正，心不能偏，不能邪。这个去就是偏了。无邪无曲就是不邪不偏。方正呢，方是形容。直直。这心是道场啊，没有弯曲。往生论注意，正直这叫方，依正直故，生怜悯一切众生心。这是慈悲心。慈悲心从哪里生的？从正知生的，正知是真心。阿赖耶他不正，他是邪，他是曲。阿赖耶偏了，邪了。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佛，他们用阿赖耶，他们用阿赖耶的正知，他怎么用的？他是依照佛陀教诲原理偏邪而得到的正知，用阿赖耶用的最好的，那要是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，转八识成四智了，他就远离十法界了。那真的离苦得乐了。清净心呢，只离六道轮回，没有离四圣法界。平等心现前呢，脱离十法界了。那是什么人呢？法身菩萨，他住
一真法界，诸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真正离苦的路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方法，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怎么办？放下就是。那问题摆在面前，我们肯不肯放下？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啊，肯不肯放下？从什么地方放下？从最难放下的地方放下啊，然后别的就容易放下了。最难放下的是自己的身体，身体怎么放下？不要再执着了，身体是需要照顾，身心健康要用这个东西办事，它不是我，它是我的工具啊，这个工具是个好工具，要爱惜它，但是不能过分的啊，过分的爱惜就搞错了，喧宾夺主了。身体是我的佣人，替我办事，听我指挥的。啊，不可以搞颠倒了，他变成主，我变成兵了，我天天去伺候他，去照顾他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身有生死，我没有生死，这个要搞清楚啊！啊，六道轮回不是生去轮回啊！那什么是自己，你知道了吧？一般人讲，灵魂是自己，你要爱惜你的灵魂呢，不要爱惜身体啊。啊，真正爱惜灵魂的人，身体一定好。为什么呢？身体听灵魂的，灵魂做主，听他的。啊，这就是佛经上讲的，境随心转。身体是物质环境啊，念头是他的主宰啊。啊，这个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相由心生，在佛经上讲的。啊，相是物质现象，心变现的。相由心生，心是主宰。现在很多人是物是主宰，心不是主宰，搞颠倒了。啊，所以他染上病，他不能好，最后必死无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要为身去服务，这就错了。